在讲说，从朋友开始，然后什么暧昧，然后
到在一起，然后在一起之后吵架，然后就分手这样，然后分手完毕就你要试着去一个人过生活这样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。我本来今天有那个定那个小美跟小明，结果发现来不及，我发现可能会讲很长，所以我就对大概讲一下故事什么。好，那么第一首歌呢，马上第一首歌叫做男女生朋友。对，我今天有很多首歌的歌名都差不多，男女生朋友啊，男女朋友，还有什么，还有朋友这样。对，然后第一首歌叫做男女生朋友，这首歌就是在讲一个男生然后喜欢一个女生，然后他对她死缠烂打，然后他都觉得这个女生不喜欢他，可是其实那个女生就是对他那种小动作很有感觉，对，然后有一种暧昧的成分在里面。然后这个叫做男女生朋友。这么久，你怎么没对我任何心动？哎，小姐，你有没有可能爱上我？就算跟我说去做白日梦也不错。哎，先生，我们都认识了这么久，你是不是苍蝇怎么还不走？哎，先生，我想我可能不会爱你，但我偷偷告诉你，这种方法也可以。亲爱的女生朋友，我真的好想牵着你的手，就给我一次机会，别说 no。 亲爱的男生朋友，你懂不懂？别再缠着我，让我好好过。你那些小动作还不够让我心动。做才接受我？难道真的要当子弹才有用？不说吧吧吧吧吧，哎，小姐，我喜欢你真的是很久，到底我是不是该放弃，然后转头？哎，先生，我想我对你有点感觉，该不会不小心中了你的箭？哎，先生，我对你真的有感觉，就请你再加把劲，把我抱进你怀里。亲爱的女生朋友，你懂不懂？求求你别再继续背对我，我真的好想牵着你的手，就给我一次机会，别说 no。 亲爱的男生朋友，你懂不懂？别再缠着我，让我好好过。你那些小动作还不够让我
心中。你偷偷碰我的手，让我有点害羞。我知道你尝试主动，我好紧迫。我尝试勾你的手，那汗却一直流。哦，快一点，就差一句哦，我喜欢你。亲爱的，你什么都你懂不懂？求求你别再继续背对我，我真的真的好想牵着你的手，都给我一次机会，别说 no。亲爱的男生。小手，分手了，他们在一起，还有 B 就会对在一起啦。